我的名叫丁林富，我是12岁就开始做鸟笼了。我从事这个职业已经有50多年的经验了。我没有拜过师，我都是自己研究的，我自己画出设计，通通一个人就包到完了。赚不多吗？他的利润不是很高的，又很这么辛苦，很多来拜师的，但是你要找到一个真正要学鸟笼的很少，他们都是没有耐性的。这种鸟笼好像一种艺术这样，好像我完成一个鸟笼，我一个很满意的心里觉得我已经完成了一件艺术品这样了，所以我要越做越好，一个满足感这样。